智慧又开火，串子称系慰安妇。靓女，叻哥，钟丽勤。一睇呢个阵容就知 TVB 又搞足球直播啦。嗱，今次智慧都有嚟坐阵噶，仲带埋两个外将同一把唔识收嘅口。而佢今次嘅目标系一样做主持嘅陈子清。Ready fight！ 未开波啦，智慧见到陈子清啊为主持球赛做准备噃，就即刻串引起啦。最离奇咧就系一啲唔识嘅人啊，专讲嘢，识嗰啲又唔讲。一开波，战况仲激烈啊！子清话自己中意日本队，智慧又发动串爆神功。咁你咪慰安妇？哇，过晒火位、啊，好在有宋丽勤打完场，话子清系安慰人嗰只啊。镜头前口不择言，镜头之下咧智慧好收敛、啊。问起 Miss Chan Chan 下令要智慧新剧，用佢老公旗下歌手单嘢。帮佢圆圆山是咩圆咧？钟丽科噶嘛，我哋系 Jamba 噶嘛。仲影埋合照好大方咯，劲大方嘅仲有张嘉怡，话如果绯闻男友同龚嘉欣复合，会送上祝福话。仲强调自己单身，我信噶，我真系信噶。